之外，其他两位分别是哪里人？我老家河南。河南哪儿啊？河南洛阳的。南阳的。啊，我洛阳的。洛阳的。老乡。小王呢？我是东北的。哎呀妈，东北哪儿的？东北吉林那嘎子的。老乡啊。老乡啊。首先来说一下你们给田野带来的田野信息是什么。我们带来的田野信息是沙漠土壤化可以分秒之间使沙子实现土壤功能。分秒之间。这个是我听到的最铿锵最让人激动的河南话。河南普通话。你再说一遍，你用河南普通话说一遍。我们带来的田野信息是那个沙漠土壤化可以分秒之间使沙漠实现土壤功能。还要多纯正。中。多纯正。这个中。你看看人家往一包。开始说家乡话。真棒。得劲儿。顺了。得劲儿啊。得劲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